宝应县地处扬州市北缘，因水网密布、河道纵横，素有中国河藕之乡的美誉。在莲藕丰收的秋季，行走在大运河支流的三横河旁，我发现每天下午往来这里的船只络绎不绝，船上满载的都是当地现采的鲜藕，运送往河道两旁的数十间加工厂。大姐，你们这是在选什么呀？看你们一直在掰铁皮，铁了个耳皮嘛。那这一船大概是多少？5万美金。你们每天大概收获多少船啊？700万斤。这是一年里最繁忙的时节，工厂里的藕工们每天要处理7-8万斤莲藕，再从这里被销往全国各地。宝应藕的加工量、出口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。宝应藕有何独特之处？好奇心吸引着我去藕塘一探究竟。来，抓紧了啊！好。莲藕以鲜为最，每天的掏藕工作是从日出时分开始的。抽签是第一步，目的是保证相对公平。数字4号。合作社里每位掏藕工人每天摊派到的掏藕区域都是随机的。同我一组的许定文师傅，从20岁起在叔叔许东友的带领下学习掏藕。叔侄二人是这批掏藕工中最长期的搭档。我们怎么来辨别这个哪个地方有藕啊？这个就有藕，这个也有藕，这藕杆子，藕杆子比较细。哎，有的那个大的呢刺很多。啊，我有看到这些，就是刺特别多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有藕的呢刺少一点。楼王镇附近的这片藕塘种植的都是宝应独有的莲藕品种，因藕白芽红的外表得名美人红。美人红大概是在多深的位置？它这个生长环境品种不深，30公分上下，其实就是在腿周围，其实是能感受到的。下面就是臀头它是横着在这个东西没有规矩的，它关系横着。对，它横着的，然后很难拔出来，感觉抓到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慢一点，一个针去搞个准的。好，慢点。哎，这个是完整的，哇，美人红，怎么辨别呀？你看，它这个红色的，它有一个红色的尖儿。对，哎，对了，像犀牛角一样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完整收获的藕。甜吗？它其实是甜的，我能吃出淀粉，其实是比较多，然后有点涩的感觉。秋季的美人红淀粉含量增多，较夏季更为软糯。每年的9月中旬是美人红采摘的旺季。莲藕喜热，频繁的高温天气预示着今年会是一个丰收年。工人们结束了手头的采摘，开始将辛苦一早晨的劳动成果接力送到岸边。这些莲藕一部分被运往河边的加工厂，一部分被直接装上货车加急销往外地，最快可在当天晚上出现在另一座城市的市场甚至餐桌上。体态粗壮、出粉率高的美人红也是制作藕粉的上佳食材。李德禄是宝应藕粉的制作人，
薄硬藕粉也叫鹅毛雪片。尽管它的历史可上溯至明朝洪武年间，但随着省时省力的工厂技术出现，现在当地保留这种纯手工技艺的不足十人。梅兰红的藕出分率很高的，就是说粘结度也好，出分率也好，口味也好。李师傅告诉我，制作宝应藕粉最讲究的技巧是削片，每片藕粉既要薄如蝉翼，又要粉片齐整，技术要领全凭悟性和实践。要刀靠住粉，刀靠住粉，哦，我真的拿不住。手要捏住粉，把粉捏紧。手捏紧，捏紧。对。不停地去捏它才行，就把它捏紧，不要不停地捏，就把一下子就捏住，稳住，稳住，把粉稳住，刀也稳住，但它一直在滴，你把刀稳住，踢住粉，速度快一点，踢住，慢慢的就快，就稳住，踢住就，我不行，我切出来就是刀削面，咱们为什么要把它削成片？就是说以前。我们没有那种烘房，就是说这个鹅粉人工制作的就靠外面的天气太阳晒，一定要把它削得比较薄。为什么叫鹅毛削片呢？就是用嘴吹起来，把那个粉吹得飘起来，跟那个鹅毛这里地方飘起来，说明那个鹅粉就干了。100斤鲜藕最终可以制成6斤鹅毛削片。在李师傅的少年时代，饱腹感强的宝应藕粉就是宝应人最日常的吃食，充当着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，深入人心。它这个美人红吃到嘴唇上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黏，但是也有一点弹牙，就是很快的就能化在嘴里。人工制作的放在嘴里一定有劲力，这种感觉黏而不腻。与藕粉的清雅不同，莲藕也能带来另一番人间烟火。临近中秋，宝应全藕宴厨师邵连云应藕行老板的邀请，用美人红为掏藕工人们烹饪一桌晚餐，庆祝丰收。我们这边的藕饼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在中秋节前后的话，大家都会做的，做藕饼、藕夹。因为我们宝应嘛盛产这个莲藕，而且红花藕的话做出来的藕的香味都特别的浓郁，能闻到这个里面的这个葱的味道，还有藕的那种香味。打算弄一个心形。宝应人最家常的吃法是葱花藕饼，将美人红擦成藕泥，和上糯米面和葱末，在手心中轻压成饼状，放置锅中煎烧。淀粉充足的美人红口感比白藕更为软糯。当地的掏藕工人尽管都是同村的邻居，由于平日繁忙的劳作，大家也很少有机会相聚，因此丰收季的晚餐成为人们一年一度的期盼。旁边那个是藕托，用虾仁和那个猪肉做的，汇聚在一起，也就群英汇这个意思。爱心鹅饼，这个鹅饼嘛，是我们宝应的地方土特产。怎么样？好吃，真的不错。宝应这边这很香，应该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。哎，对，好吃吧？莲藕是植根宝应人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，在莲藕的背后，有人风雨无阻为之劳作。有人守护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，也有人将它变成果腹的各种主食菜肴。因为莲藕，宝应人在各自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了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。